好好敲门，好好说话吗？就要出来！有奶油带啦，差洗哦。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收藏品。我先看一下你奇怪的安全帽。请问这上面这么多次是明星的签名吗？为什么要把它弄那么丑呢？这样才不会被人偷。哦，就小偷不会偷那么丑的安全帽。谁要偷？娇哥，你看那时候多丢脸，那时候跟男友热恋期还写娶我。娶我。看，多丢脸。我帮你画个叉。No。哎，娇哥，我突然觉得今天有一个企划做起来应该会很有趣。什么？就是你不要跟我说，你带的那个收藏是什么。我就直接帮他解释，讲的好像我超懂一样。好，先来看一个十八禁。十八禁的，它是一个系列的。哎，突然发现是十八禁的，我讲起来有点害臊。是两只。解释啊。干嘛？这个干嘛？对，这盒玩的主题就是干嘛？干嘛啦？这个呢？纠缠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一个台湾的插画家，叫小高潮设计。他因为看到了日本的全裸监督嘛，所以他就开始发想，用他的人物做成了盒玩。这也是我近期唯一少数买整套的。然后呢，为了配合那个全裸监督日剧的时代，所以他连盒子都做成了，噔噔，录影带。Do you know what is 录影带？我是有经历录影带时期的啦，其实四十几岁，保养有加。那还有没有什么？这是我要停。你解释，我还解释。okay。 这就是奈良美智嘛。我知道那个娇哥好像很喜欢奈良美智。你知道几个艺术家？讲来听听，日本的。奈良美智。对，还有呢，草间人命。医生啊，对，医生草间。是高饼。是高饼哎。非常可爱的联名款。嗯，当时草间不是草奈良美智 OK 来台湾展览的时候，跟台湾的百年高品合作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代意义。这很像那个高雄的旗饼哎，就做的很像象棋一样。对，就是那种概念，然后是国际接轨嘛。我舍不得吃啊，你要吃吗？好啊，可以吗？我看一下有效期限哈，去年是七月。出啦。我接下来这个呢，来解释啊。这个呢，哎，你以为是 Taipei Blue 吗？不是，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它是 Taipei Blue， 是太平洋的蓝色。哇！它是台湾的蓝染领带，男生呢多多少少都需要一条帅气的领带。哎，因为蓝染的特色就是每一条都不可能一模一样。好美哦。真的有实际的戴过吗？没有哎，我今天带来的这些东西呢，都是第一时间想跟大家分享的，所以我都会跟你分享完之后，我才会拿去用。哦，真的？话说你最近有一个在义卖的社团吧？这个社团呢，也不是最近，已经两三年了。哦，真的？是你过去都没有 follow 我。我会发现是因为我看到第一集的那个大象要被卖出去了。对对对，义卖成功。因为我觉得医生讲的也很对啦，留他要干嘛？那什么垃圾，对不对？我所以买到的人，你干嘛买垃圾呢？我只说说而已啦。再来。这是一个，你以为这是很普通的什么信件袋 ？No， 它是一个感恩的这个信封袋。里面有什么呢？真沉默了。那因为当时这个奖项非常重要，但是要颁发给这个值得得到这奖的人嘛。但是刚好印刷机坏掉了。这么多年来，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逻辑，他把四言会画成奖状。懂吗？它是一个我们传统奖状的格式嘛。这个就是当天的我，然后呢他帮我写了一个字，然后再盖了一个章。所以这个四言会呢，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跟别人的四言会不一样，就好像有那种颁奖的感觉。焦哥要说的是师弟啦，最后也是在那个市集买的，结婚的时候滚床单的床单。床单有这么小的吗？这是给什么狗狗还猫的？两只狗狗结婚的时候。喜羊羊精品坊，它
它是一件双关语的 T 恤，好可爱哦，非常的可爱，家有喜事。对，更妙的是，我的可爱的徒弟竟然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T 恤送，该不会是露露？没错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我办骑士很辛苦，本来他要来主持，后来都取消。有一天我收到的时候，我吓一跳，说哈，你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因为他也觉得很需要加油。天哪，哇，你们真的是师徒心是连在一起的。在不在？可爱吧，加油喜事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，我也只能说加油。那娇哥，你意思是你现在其实有两件咯？对。真的，那你等我之后结婚的时候送我这一件好了。不要。娇哥，谢谢今天帮我拍这个收藏品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来看我的收藏。哎，娇哥，看你今天有没有打算送我一个？没有，交网友要又要抽奖是不是？就是没有，那是你的频道又不是我的频道，你自己慢慢抽就好了。没有，这一次是我想要一个礼物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安全帽送给 YT 的网友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交个这个也吵嘛。那你送我一个，好啦，那送网友还是送你啊？我送我啊，我想要。好了，下班，走吧。你都是过期的。